台股连涨两天，涨真的吗？这些指标看下去，你就非常甜蜜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财经节目，是我是婉伦。节目首先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更多。今天我们财经节目是邀请到了我们的珊珊老师，老师好。晚上好，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何珊。台股连涨两天，现在是正处在甜蜜的买点吗，老师？好，当然是很甜蜜啦。但是甜蜜之下呢，大家也要稍微留意一下，因为近期呢涨了两天了啊、哦。那么涨了两天呢，并不是说涨了两天就不能再涨了，因为有一件事情就是物极必反。各位都知道，物极必反呢，你用到极限的时候呢，就会出现相反的方向了。是，就如同这一次呢，行情一直跌，一直跌。大家问我在跌什么，我只能跟各位说，跌筹码面，跌到无厘头，跌到上帝都疯狂了，投资朋友都抓狂了啦。所以呢，这种行情啊，请大家呢也不用患得患失。到目前呐、啊，你还有半条命一条命的呢，大家呢将会否极泰来了。因为这种的股市的自然定律很简单哦，涨多了一定会拉回。那拉回只是拉多跟拉少的问题，那么跌多呢总会反弹，只是弹多跟弹少的问题。那么这时候呢，大家问我这个行情呢到底是不是这两天是涨真的？当然是涨真的。那我跟各位说，弹也是弹真的，但是重点是要注意接下来这个行情能否走到回升坡。哦，因为反弹任何跌升总会反弹，但是我们要是回升，那么回升呢？我说实在，请大家再等等了啊。那再等等也不必泄气了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台股。台股呢，到了今天周五的时候呢，各位发现呢、啊，它持续的留了一个多方缺口，有20点，但是呢，出现一个小小的十字 K， 到底好还是坏呢？这根线呢、啊，它也不是很好，也不是很坏，但是总是在周四那根上面叫做一闪一闪亮晶晶。今天本来涨幅涨了200多点，后来缩小，原因是由于啊日本那个首相的一个问题啊，就是有枪击的事件啊，造成大家害怕，哇，击杀了。其实呢，对，其实台股本来就要上涨的。对。那接下来下个礼拜呢，只是说呢前面那个柱子大家留意一下了，稍微大了一点，那个地方呢可能在200点之后呢，那边会遇到一个小压力，大家稍微留意。那大家如果要知道的话，就好好的留意一下，我盘中会跟各位解释啊。那么在那这个首先呢，这个台股到底要不要继续涨？台积电有很大的工程。那么台积电呢，以今天这个反弹的走势呢，虽然它的那个价钱是上涨的，但是它的 K 线是黑色的啊。那么黑色有没有关系呢？好，大家请注意下个礼拜台积电的走势，你给它礼拜一跟礼拜二，如果能够继续涨到48多多多的那个地方，那大家要留意一下有没有办法过。如果没办法过，换成现金一下，哎，并不是告诉你不行哦，只是短线要拔挡一下啊。那么接下来这个甜蜜的呢，大家注意的，很多人有抢到甜蜜的这个联电，对不对？那联电的近期呢，开始呢有一个反扑了，但是今天呢也是有点好像涨不太动，但是呢这个股票也不用担心，因为这个股票呢已经超跌了啊。那超跌呢，大家给它涨了到120% 的时候呢，在一个短线的拔档来回做价差，你可以反败为胜的。原来也可以做短线价差。那么飞鸿呢？飞鸿呢？飞鸿在做什么呢？飞到天空很红吗？啊，当然了。现在最红的产业是什么呢？充电桩。哦，这个公司有跨足的充电桩。那么以它这个走势呢，跌很深的，大家可以抢一下了，这个甜蜜的买点了啊。再来一个双红，哎呦，最近天气好热哦，又散热，对呀、啊。哦，这个行情呢，红得不得了啊。那所以呢，这个时候需要这个散热来助阵啊。那这个谁？这谁在里面？法人有头发没头发的都在里面，大家留意一下啊，好了，头发。然后再来这个，哎，最近很红哎、欸，这个公司呢。那从之前前一波呢摔下来之后呢，除完息不好看，但是这两天进行了涨停再涨停。那么涨完停之后呢，各位留意一下上面那个均线呢、啊，那么纠结那个地方有些许的压力。下礼拜除非直接越过，不能短线也换一下现金比较好一点啊。那这个做什么？低轨卫星的啦，因为现在太空梦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太空有梦最美。然后嘞，怎么样？逐梦踏实嘛啊。再来，我们来看那个台阳，台阳呢也是那个后面有富爸爸，他富爸爸是谁啊？郭台铭对不对啊？郭老板嘛，当然现在呢，哦，鸿海嘛，对吧？那这个公司呢，大家留意一下啊，这个是他们里面那个低轨卫星的，很纯熟的啊。那现在那个股价也超值了，所以我能说今天节目一定要进那个甜蜜的啊，这个都很甜蜜，对不对啊？很甜蜜啊，对我留意一下。而且阳明光近期也开始了，它比大盘有点筑底，对不对啊？对，而且光学镜头最近也有涨势。对对对，涨势，你看哇，变变变上去了啊！那是光学镜头跟什么有关呢？大家知道吗？元宇宙了啊，元宇宙。那元宇宙呢？各位说啊，是不是要看宏达电？宏达电最近有些稍微弱了一点啊，但是呢，这个主底的大家可以多留意了啊，这个镜头也有关联的。再来就是台半啊，一人一半啊，这个近期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哦，从楼上掉楼下开始反扑，
很简单，有头发人在里面霸占，尤其是我们台湾里面有头发人的霸占。那什么叫有头发人呢？有法人啊，对，有法人，答对了，这个大家可以琢磨一下啊。那这个太极啊，不是叫你打太极拳啊，这个万般足底嘛，准备要喷出哦。这个他富爸爸是那个广运嘛，然后第三代半导体啊、太阳能啊都有啊。这个公司呢，你看底比大盘还漂亮，对不对啊？大家留意一下。那在那个茂系啊，它是中美金集团里面的啊，大家留意一下。这个也是第三代半导体啦、太阳能啊，那现在都是火红火热题材。那在这个台亚、啊，各位留意一下，台亚也是开始有足底的一个状况了、哦，大家多多留意。再来呢，就是叫美琪嘛，美琪嘛做什么的嘞？肚子饿要补充之外，跟车有关。好，今天为大家介绍到此，谢谢。谢谢我们何珊老师的分享，也记得加入何珊老师的 IAI 跟 Telegram 财经认识，我们再会，拜拜。拜拜。你想赚钱吗？订阅理财周刊频道，18位专家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，从每天早上10:30到晚上10:00，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。你还在等什么？下个富豪就是你了。